你们有起来看过吗？这小包厢，很酷啊，在空中。对啊，它比较唯一的小缺点就是没有那个药头机。这里有小包厢，这是小包厢哎，这里没有办法按钮，按要多久？刚刚有观众说我打错字了，然后后来我改掉，结果我没改到错字，我改另外一个字吧。改了两个错字，笑死！杰克，杰克，要多久？我来了！哎呀，怎么按按的？按哦，好可怕哎！深层场地。哦哦，我的天哪！屏幕在哪？看一下，我没看到什么题目。哎，除错棒！天哪，这除错棒干嘛？女生懂哎，就是。那个，你假如栅栏想要有一边有冒出来吗？还是就是你可以用除臭棒？除臭棒？除臭？就是改那种方向的，对对对，方向的，一直就可以让它改。那个杰克，你写了什么？我看不到哎，要怎么用啊？什么？在物品栏上方啊？不是会在。它请盖出什么什么？除错棒好像是可以转方向啊。对，就是像楼梯的，你就可以让它上下左右走。哦哦，我打错字嘞，不好意思。哦，好难。反正意思一样就好了啦，我打错字了。哇，打错字先罚血。对不起，我等下去拿那个。我刚刚没看到那个，没看到出题在哪里，因为那个太白了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！你抬头一下就可以比较显色了。我发现我抽到，然后发现这是我刚刚出的题目，我撞题了。我完了！哇哇！你要惩治自己了。可是另外一个不是也有另外一个人啊？是谁嘞？对，究竟是谁？好恐怖哦！也被那个了。那另外一个人是谁？我不知道哎，这看不出是谁吧？哎，会在哪里有写啊？你刚那个你点题，他会写说是谁？他说谁出题的？是我的是杰克出的哦，我不好说，我先不讲。鸡巴狼，我确定不是，我确定不是我啦，那应该也不是我啦，因为我盖的是黑羽的题目啦。哎呀，亚拉就不会是你。还有几分钟啊？哎呀，好快，还有好快哦。有限时间啊。有限时间哦，有600秒啊，有限，但是没有强制传送。嘴一下吧，我记得没有，我记得没有强制传送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对，没有，刚没有打勾。哦，慢慢盖，慢慢盖。如果他还是传了，我们也没有办法。嗯，我要怎么做出那个东西啊？我做的东西依然抽象，好棒哦。这一题好难哦！哎呦，你不行了吗，秋风？对呀、啊，惨惨了，我觉得他们看不出来我在干啥回。两百，两百，两百，两百。我在干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两百不对称，两百。我看不懂啊。有 feel 啊！说不出那个感觉啊！我想到，我想到了，超难盖的，有 feel， 超难盖。做数字之人，我想到，我想到了，各位，有 feel 啦，有 feel 啊！哎呦，好恐怖！你觉得这样怎么盖啊？看不懂。奇怪，不是要出东西吗？谢谢斗内50块港币啊！哦是哦，好，那我是不是我要开对啊，我想说，不是要出那个东西让你痛吗？怎么我他的是事件是不是？事件，对，他是出事件，我的也是事件哎、欸，事件，我是某些事件会特定痛。掉订阅的时候会不会痛？长怎样啊？痛！怎么乱打雷声？怎么乱打雷？召唤紧急电影！哎，怎么会死掉？啊，会死？你是不是想要在做一些酷酷的事情？在做一些怪怪的事情？我不想，黑羽盖的比曾经的纸片还烂。可是我觉得很有可能。又在召唤。
有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啊，各种拿成就哎。看一下哦，展示柜在哪里啊？装饰方块。装饰是不是？哇，好多哦，还有珊瑚哎，好漂亮啊！厚一点，盖太长了，盖出一个怪物了，下桥。像会不会有 feel？ 哦，我们就要故意把你的错字盖出来，不要，越盖越奇怪的感觉。哎呦，对，刚没有检查，谢谢追索，故意把你的错字盖出来。热带鱼桶是什么？太厚了。谁都万箭，哇！你该不会是一个版本没摸过麦块吧？哦，真的，我超久，我半年没玩了。半年应该不至于一个版本吧？应没有啊，那应该是超过，那我应该一年没玩了。超久，因为我完全不记得有珊瑚这个东西。那真是蛮久。哎、欸，有幽灵之类这个东西吗？有，那很早以前就有了，好吗？在哪里？杂项，就是你打上这样的字就可以找到。哦，对啊，现在可以打字。哦，对不起，在这里。还是你那时候的麦块还不能输入中文？那时候麦块好像还不能输入中文。哇，你真的是更久了，好久、哦。好，就这样。哇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好弱、哦。东西可以飞吗？你 Q 出来就知道了。Q。现在应该有那个吧，建筑应该有无重力，轰破，嗯，两位，各位已经看不懂我在做什么，哼，我懂就好，原本就可以了，你们有没有看出来？这样就够了，这样就够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完美了，一定懂啊。哦，太高了。等一下。对对对。嗯。对对对。可以啊。行的。嗯。不好，这显得他身体好短哦。好，算是这样吧，好可爱。放弃，就这样，不盖了，不盖了。巧克力都盖好了，我盖什么？等一下，你盖好快，完美，完美呈现你的。完，我的、哦，你盖的是我的、哦。对啊，那你可以好好猜了。不行哦，好好猜什么意思呢？我觉得我盖的很棒，好不好？啊，哦。不错、哦，海灵太聪明了，变漂亮哦！你看，你看，完美呈现这个轮回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可以啦！嗯、太棒了！秋风，你看了一定会很感动。我是看你的吗？我是看杰克的，好不好？我说最好最好。看了一定很感动。什么、啊？点击到最什么？这个还有什么东西？你有五支箭是什么？要多久？哇、哦、哇！神作神作神作！哎呀，这叫什么使用？神作哎、欸，真的是神作！广播通知哎、欸，对啊，有这个吗？要多久？太嚣张了！哇，妙物之剑是怎样？就是你盖出来的那个生物可以直接杀死他。哦，嗯，我还以为可以直接，就是我不小心按错，然后想要反悔。没有那么厉害。我以为大家都不是按下去之后还在盖。哎、欸，好像可以啊。他说可以消除曾经的准备记录。哎、欸，现在都是这么高科技的吗？嗯。看不懂我要干什么，
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哎、欸，剩下最后几秒咯，大家快！啊，确实啊，吓吓你们，吓吓你们！等一下，传了，被传送了，没有盖完就停了。十秒，剩下十秒了，真假？那我还是慢慢来好了。好，去了，去了。这都是你杰克，变成黑名单了吧？对不起，老杰克，都我的错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来不及了！是谁的错？来不及了！叮叮当当，叮！按下去吧，按下去吧，按下去吧！没事没事。啊，我们会等待你的剧作完成。好屌！好好好。养多久？好屌！剩你了，杰克。哦，让他穿衣服，让他穿衣服。要多久？不用穿了啦。哦、是你上次干那么久，陈国也普普通通啊。看那个雪女，错我错。神作猪头吗？哎、欸，我会乱猜的，你不用担心啦。不用。我会乱猜的，你不用担心。都会乱猜。干那么久也只能一秒歪题啊！被撞到了。我会乱猜的，你不要怕。我先放弃人生了。快了，快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真的再等我一下就好。太久了，十一分钟喽。点击后，上面是啥？不要想。你会怕？对，没错，你会怕。我到底在盖三回？啊！好，这样，是这个钻石钻吗？对对对，按下去就对了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啊！哎！哎！哇，这种、啊……等一下，黑羽，你这个盖了十分钟啊、哦？五分钟，没十分钟啊？没有没有，我那个盖很快啊，我后面都在箭头维修，箭头又很快。我操、欸！我操！是什么？可是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好，这好简单，这盖的真好。这是啊，这盖的不错哎，简单明了易懂，就那样子啊。小雨盖的很棒哎，这不是透不透问题吗？我要把它盖很多颜色，这会死吧？是吧？这会死吗？已经是会死了，是不是？应该是没错。出去。酷哦！哇，啊、这做的真好。可是这个是……哇！我是用谁的？我声音太小了，谁的？跳大。哦。等下。要多久？我有打错字吗？哦，打掉之后勾勾就不见了、欸。请粉丝帮我查错字。对，他勾勾会不见，好酷哦。对啊，我超久没玩了。那可以用这打你的那个、啊、YouTube 账号。他扣就不见了。扣扣就不见了。扣扣直接消失。对。等一下。上面，这个真的会痛爆哇！虽然我没用过这个东西，但是真的会痛爆。峰哥，你居然……哦，剩我了。我本来还想找错字。看有没有打错字，算了，别再找错字喽！是找大家来找他，是不是？来啊！哎呦！好，来，我在场地分成中前中后。啊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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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可是我觉得应该有更痛的，这个还不够痛，还不够痛。嗯，我要 Google 一下，应该有更痛的。怎么盖啊？这也好难哦。什么？等下，我觉得只要把头盖出来就可以。这个还不够痛，还不够痛，普通痛，普通痛是不是？对，这就是会弄痛到你灵魂出窍而已。我觉得蛮痛的，这超容易超痛的。拿几种颜色出来好了。我想一下、哦，这真的很痛哦。哎呦！好，哇，
辛苦了。怎么呈现比较好？这样，然后这样，哦，都已经 1.14 应该用一下 1.14 的新建材。有什么特别的？燃烧起来吗？还是那个锯子吗？可是好啊！这样你考到我，我超级不会用。哇，灵光石差好多，很漂亮。嗯，看起来比较漂亮。对啊，惨了，我觉得完全不像。努力，这个真的会很痛。上次我做这件事情，我真的是哭爆。超收到百万订阅的奖牌吗？哇，那真的蛮酷的。有吗？这不是有什么好哭？